谁的错，我相信没有什么能战胜我，就让它风雨慢慢度过，没有什么那又如何，我还是最真的我，我相信没有什么能战胜我，就让它风雨慢慢度过，没有什么那又如何，我还是最真的我。时间是不是要到了？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如果不回去，不仅你和我都会有生命的危险，小如也有可能被困在故事里，永远出不来。三千世界，现实世界，都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人。为了他，我可以不回去，可是飞，大家往那边去吧，动作快一点。好啊，竟然发现红香斋了。有点能耐啊，府中暂时无事，还未有人刁难于我，可见对方所知有限，但保险起见，还需改变行动计划。大家无需慌张，依我观察，舞台四周非常适合藏匿，现附上最佳埋伏地点，望四皇子见机行事。果然够狠，有胆识，看来本王要亲自去走一趟。走。那怎么办？王妃，主子他真的没事。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啊？主子，你醒了。立即联系我方密探，看看夏国有哪位皇亲贵族现在不在国内。刺客是夏国人。昨天探查后院时，密室开门的瞬间，我看到那个人的佩刀，是南诏去年送给夏国的碎礼之一。不出意外，这个幕后之人应该就是夏国正在争权的四王子。属下领命。面乔。王妃现在何处？哦，寿宴已经开始，王妃正在忙寿宴之事。
我有一事拜托，唯有你能胜任，属下必当全力以赴。 王妃，王爷有请。王妃到。若兰，你来了。 王妃替本王看看，今天本王这样参加寿宴，是否得体啊？王爷今天这身啊，真的是玉树临风。唉，本王最近也是突然领悟，当初若兰的金玉良言，甚是怀念呀。 若兰很高兴，王爷终于能体谅当时若兰的良苦用心了。那你昨晚为何没有去花园赴约？花园？想必是若兰责怪本王，想借此事提醒本王的不是。什么花园？难道是董爱这小子？ 没有将信递给你。信？信，我收到了。那么，本王对你的深情，你可晓得？本王已经学会了留，可否正确？ 王爷，怎么了？刺客之事有消息了。怎么总是在这个时候？严兄，本王今天不想与你探讨刺客之事。王爷，夏国四王子到。四王子？夏国四王子前来。 很有可能是两国交好的重要契机。刺客之事稍后再议。若兰，好好准备寿宴，等我回来。你。 现在什么情况？已经可以确定，蓝影就是内应，是刺杀的主谋。果然是他。不过我们刚进故事的时候，他不是这样的呀。为了当王妃，不择手段也是合情合理的。那我赶紧去通知王爷，通知大家。你等等，你现在去了能怎么办？
你去了，顶多完成我的任务，那你的怎么办？要是他赖账呢？一旦变成口水账，没有确切的证据，不知道要拖多久。而且，你看你的穿云箭。 其实我不回去的话，不仅我们会有生命危险，小茹也有可能被困在故事里面。所以，是时候了。怎么会那么快？都会被困在这个故事里面出不来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那么快吗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还没有玩够，王爷的情书我还没有收到呢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情书？刚才那个王爷，要不是我帮你挡着的话。 任务完成，我陪你。好了，走就走，时间不等人。你也赶快完成任务吧，好好保重。 小茹。 下意识脱口而出的话，年若兰并未听见。世界上最残忍的事，不是没遇到爱的人，而是遇到却不得不分开。不是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俩能不能不要闹情绪了？我快顶不住了。 二皇子，可真气派！你看装饰的真不错，真好看。你看那个，我们过去吧。好，王爷。 是夏国耶律王子的安庄。
他们的目标应该还是你，到时候还是会嫁祸在我这个南诏皇子身上。你一定要小心耶律王子，还有他底下那帮人。我要怎么小心？我又不会武功。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你怎么安排的？若兰。 往里走啊，若兰，大人好，你真是本宫的好儿媳啊，你做的真好。啊，往那边走就行。谢谢母亲夸奖。好了，你快去忙吧。嗯，员外好。请往里走。 王妃，我父同无法参加舞蹈，请您见谅。大人好。啊，张员外就在那边啊，快去！太妃寿宴正式开始。 不错。
接下来，由王妃携众夫人向太妃献舞。 今天的寿宴已经接近尾声，我想亲自上台为太妃献舞，祝太妃寿与天齐。进入王府，到现在我成长了许多，收获了友情，体会到了被疼爱。 最重要的是，了解了爱情。我也想借这支女团舞，为王府带来一些改变。谢谢你们，让我体验到了不同的人生。未来一定还有很多挑战。 二皇子这是做什么？我副同学回去休息，此前已经跟王妃告过假了。太妃啊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心情灵动的舞蹈，王妃真是才貌双全呀。是啊，若兰最近变化不少，比以前开朗懂事多了。你说？ 这得花多少心思才能把我的寿宴弄得如此别致热闹啊！是，我之前一直在想。 为什么你会性情大变？为什么你会有武功底子？为什么你连耶律南都能控制住？你也是穿越者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是谁？这跟你没什么关系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不想动了。 难道说你们也是穿越者？算是吧，但不大一样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应该结成同盟，在这个世界上。 争取那些我们上辈子得不到的。老天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，不就是让我们纠正自己的人生吗？获得自己想要的权利、地位，不是吗？
去挥霍得了，软弱才能把世俗与陈规打破，将命运牢牢掌握，不错过轮回刻画在我命运分支每一丝脉络。无论是夏末秋初或是昼伏夜出，还是潮起又潮落，我的出身我的归宿我自己做主，我的心关不住。赏。连立时就快满了，就差少主的任务了。获得他想要的，你想要什么我可以帮你。还好你先完成了。你走吧。什么意思？我问你什么意思？放手。我问你什么意思？王爷，你看，这成何体统？只要你立刻收手，串通刺客之事，我可以替你隐瞒。蓝侧妃，你这是……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？用得着你来安排我？奉劝你一句，想要成功获得逆袭的话，至少你得是个善良的人。像你这个样子，注定永远是失败的。蓝侧妃，你竟敢如此行事，王本王平日对你宠爱有加。宠爱有加？宠爱有加？好一个宠爱有加！你一颗心不早就跑到年若兰身上去了吗？还有脸对我说宠爱有加？要不是你口口声声嫌弃年若兰，想让她在你眼前消失，甜言蜜语的哄着兰姨，她会眼巴巴的想当王妃吗？哼，一帮废物，连个女人都杀不了，我不好过，那你们谁都别想好过。我就不信了，我杀不出一条血路来。燕妃，少主，小心！蓝影说话那一刻起，真相被发现，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，也因此回到我所在世界的通道已经开启，通往现实世界的门已经不在了。
我原本计划让你先与我完成任务，这样我就可以借助灵力，先送你回现实世界，然后我再来了结燕秀的心愿，回到书馆，与万万合力关闭灵力门。但如今情况已然失控，我说过要保护你，如今却让你。 只要你在，我什么都不害怕。不管有什么危险，我们一起面对。你真是个傻瓜，何必两个人一起冒险？如果让你独自面对危险，那我这辈子都会后悔、痛苦、放不下你。如果我们两个人一起去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认了。 小茹，啊！我喜欢你。